不是一千，太多了。在江苏南通，在，就是这张，我冷了，我冷了，明天会感冒，然后还要起床，早点起床，骑摩托车上班。早上这样子，醒着，噔噔噔。小心，小心被骗了，美女，照本事。什么？小心被谁骗的？你说小心被谁骗的？在这里都是我粉丝的，谁想骗我呀？江苏问一下，你咋长真漂亮？真的假的？我长得这么漂亮啊？真的假的？我还是长得很一般的，那漂亮的话，大家敬你像明月粉这种好不好？在我头像旁边的，谢谢啊，感谢我是面条店，谢谢你的面前，感谢你呀、比较怂啊吗？Hello，晚上好，你好，这个名字我不会念的，但是你好。明月这个冷死了，现在才是45度左右，但是晚上还有下霜的，所以呢太冷。我这两天都是，有一天就是前天吧，跟着萱萱去了外面，太冷了，我回来时觉得太冷了，但是反正那天就是去一个地方很热闹。明天上班，明天是星期三。越南明天是星期三，中国明天是星期四，星期三。哎，反正我都是想到周末了，反正就是英语。我知道这个是英语，但是我就说不会念。感谢赵本四，感谢哥哥关注，谢谢大家进来我的直播间。凉山有结冰的，在武山顶，每年冬天会有结冰的，但是下雪的那个不会有。明天越南是星期三的，不是星期二了。越南今天是星期一，上班赚钱。明月拿 green and right，我真的给你给忘了，给你给忘了。我这给你给忘了，小朋友想，晚上好。明天就是现在，天天上班就是天天上班，天天上班就是赚钱，准备过年，过年才有钱买新衣服，才有钱给妈妈买猪肉，妈妈才是给我包粽子，给爸爸买剂子。爸爸就给了我祖先，然后买了一点点好吃的东西。